OK， 好了，这个是什么？那个时态同整练习哈。来，我们看第一题。第一题的话哈，我看一下。来，题目念一次。那个空格我们念 blank 哈 ，blank to bed 哈，是不是要用 go 去做变化，对不对？来，那你动词的话，记得哦，我们动词一定要去考虑到主词是谁。好，来，这句话主词是什么？是不是 the little girl？ 对不对 ？The little girl 是几个人？一个，所以它叫做主三单。小女孩不是我，不是你，是另外一个单数叫主三单。来，主三单的话有一个特色，在现在是要加什么？动词是要加 s， 对不对？那个是现在式哦，这个是现在式哦。可是请问你哦，它的动词在哪里？这句的动词在哪里？动词在。是 put。来，这一句的动词是 put， 对不对？好，来，那 put 它有没有加 s？ 没有，它没有加 s 的话，表示它就不是现在式。那不是现在式的话，请问你它是什么式？对，过去式。来 ，put 这个三态同形 ，put， 它是三态同形，所以这里没有加 s， 表示它是什么？过去式。所以 put。啊，未加 s， 所以它是什么？过去式。我写这个过可以吗？可以。看得懂哈？对，我下面都有留空格让你们做笔记的哦。啊，好，所以过去式。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什么？这个小女孩放下她的玩具，然后去睡觉，都发生在过去的动作，对不对？所以这个 go 要改成用什么？过去式。来，请问你过去式的话 ，go 的过去式是什么？对 ，went go went gone， 所以是 went。好，请把答案写下去。好，来 go 的过三态我写在这边 ，go went gone go went gone， 它的三态在这里。OK， 这样子可以哈。好，来，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题。OK， 好了，题目也是 J。Blank to school， 好，来，你们的题目有没有跟我不一样？你们的题目是不是 to？ 对，改掉。好，来，因为我在修正的时候，我发现还有这个问题，好，我会留着，我跟你们说，来。Be late to 也可以哦，可它问题它的使用状况不一样。来 ，be late 是什么？做什么事迟到？为什么要加 be？ 因为 late 是形容词，形容词要加 be 动词。好 ，be late to 可以用哦，可是后面要加动词，知道吗？啊 ，be late 做什么事迟到了 ？be late to， 可是呢 ，for 也可以用 ，for 要加名词 ，OK， 或者是动名词，啊。OK， to 的话，你记得不定时 to 后面加原 be 加动词 ，for 呢介系词后面要加名词类的东西，名词或动名词。OK， 好，做什么事迟到了？好，他说 J 呢上课迟到了 ，J was late for school。J 上课迟到了，所以他怎么样？他跑去学校来。请问你这一句是什么事？过去从哪里看到 ？was 对不对？往时告诉你我是过去式，所以前后时态是不是要一致？来 ，ran 的三态 ，no sorry， run 的三态是什么 ？run ran run， 刚把动答案讲出来了哈 ，run ran run， 对了，所以这个要填 ran to school。OK， 这样可以哈。好了，看一下第三题，来题目念是 Emily。Blank a letter to Tim, but I didn't. 好了，第三题时态怎么判断？
外线所在哪里？在 didn't。 好，在 didn't。 对，他告诉你我是什么事，过去式哦。好好，过去式。来，那请问你哦，这个我们上次有讨论过，它有三个名称，哪三个名称？ But I didn't 有三个名称，哪三种名称？上次我们不是讨论，哎，什么句？简略句。对了，简略句对不对？还有简答，不是啦，这不是问句，怎么是简答？简化，还有什么？简述，哎呦，那有四种名称哦。简述句还有个什么？省略句对不对？啊。简略句、简化句、简述句、省略句 ，OK， 这四种名称都可以用啊、哦。好，因为他后面他前面的他说，哎 ，But I didn't 只说什么？我没有写信 ，But I didn't write a letter to Tim。他把那个写信那个动作省掉了，所以叫简略句、简化句、简述句、省略句 ，OK。好了，来，那你看了、哦、它是过去式对不对？所以我前面要用什么？我前面的 write 要用什么？write 的过去式是什么？刚才考过啊， write 的过去式是什么？ writer, wrote, written。 对了，来， write, wrote, written。 所以来要写 wrote， W-R-O-T-E。 OK， 好了，来，那目前这样是一到三点没问题没有哈？好，那我们这一段先到这边。